是东南卫视。这是我们的工作，生活满汉全席一大桌，是幸福是压力，听我们冒气啰嗦。幸福压力过，心肠味道多。真单身半山，轻浮跳槽炒鱿鱼，兼失眠呛抑郁爆三高，工资奖金余下加薪十景外快房贷车贷。而立不惑，渐渐明白，哦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生活满汉全席一大桌，是幸福是压力，听我们冒气啰嗦。幸福压力多，平常味道多。社会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便捷。老婆快来，这边信号好好啊。可当我们在享受着方便的时候，似乎又常常会被新的麻烦所困扰。不好听啊，不好听你还看。我生前最爱吃苹果了。生前最爱。本期幸福压力锅，我们一起聊聊方便中的那些不方便。幸福压力锅，精彩马上到。幸福压力锅，平常味道多。全人打造的全国第一档解压脱口秀《幸福压力锅》，我就是高大威猛的小嘉宾潘之茂的高小潘，很高兴跟大伙儿又见面了，如期而至啊！我希望电视机上你有枕头砸枕头，没枕头砸自己啊！潘哥，你方便吗？现在不方便。不是，林哥，你给制片人打个电话，要不让我方便。我给制片人打电话，制片人就不方便了。制片人一旦不方便，那节目就不方便了。节目不方便，那观众就不方便了。观众不方便，我的这个就不方便了。如果我的这个不方便，我女朋友将会给我带来行动不便呀。你说，你一个方便引发出多少的不方便呢？这样吧，郭郭，你方便去吧。潘哥，我方便完了。郭郭，你长大了。好了，进行我们今天的话题：方便是否真的方便？那个台，刚才那个。哎呀！哎呀，怎么又停电了？是啊。哎呀，看不着电视，玩不了电脑。好无聊啊，哥！哎，要不咱找人打牌吧？哎，好啊，打电话吧。哥，到你啦，你出牌啊！天儿这么热，空调也开不了。哎，开电风扇怎么样？你傻呀？这都点蜡烛了，还开啥电风扇呢？这电风扇把蜡烛吹灭了，能玩牌了吗？有道理。小勺，小勺，经理，那谁谁把文件放到我地盘里边了？地盘在哪儿啊？这个简单，您打开我的电脑。你电脑我怎么能打开呢？经理，您打开您的电脑。我电脑开着呢。经理，您看看您的桌面都放着些什么呀？这不计算器、手机、杯子、泡面，还有我电脑吗？小的时候，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：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我的父母也是经常这样教育我的。我对这句话那是铭记于心呢。上了大学之后，我的室友郭郭在楼下向他女友表白：“亲爱的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”他女朋友当时就说了：“哼，想得美，除非天上掉馅饼。”于是我就忍心把自己的韭菜小馅饼丢了。郭郭，
潘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郭郭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于我，后来机会终于来临了，我在宿舍楼底下也向我的女神表白，亲爱的，做我的女朋友吧。哼，想得美，除非天上掉花盆我就这样了。然后呢潘哥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别替我伤心，你们不要鼓掌刺激我，我太伤心了。每次想到伤心的事儿，我认为缓解伤心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唱歌。当你听完歌之后，你会发现更加伤心呢。老公啊，带我出去唱歌呗。出去唱歌多麻烦啊。我这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唱歌软件，效果堪比练歌房啊。哎，还能评分呢。打开看看啊。那我现在说唱我就唱，来，有诗就越有啊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路上的鸟儿浪呀嘛浪大浪啊，你的眼光柔弱中带伤。我离开你太久了，母亲。哎，谁呀？大半夜。哎呦，哈哈哈！郭郭，哎，这不是楼上超哥吗？对对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哎呀，郭郭，你们唱歌呢吧？哦，哎呦，唱的真好听啊！哎呦，不好听，不好听，哎，不好听，不好听。什么？不好听，不好听，不好听啊！不好听，你还唱啊？不好听，你还唱？说好来话儿，这都是啊！你跟我走，你找我聊天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不好听，你还唱？哎，等等，不好听，你唱。看到没？你们看到没有啊？这方便一定要在方便的时候，在方便的地点，否则那就是方便自己，恶心别人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在公交车上吃包子，在地铁里脱鞋，在火车上呼呼大睡。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总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不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就好像是公交车司机正在开车，看了看后面的情况，啪啪啪啪摁喇叭。各位乘客朋友们请注意，各位乘客朋友们请注意啊，那个后排打牌的同志能够像前排吃包子同志那样安静的话，就不会吵到中间睡觉的同志了，请遵守交通规则啊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下一站星星大排档，有和我一样喜欢喝啤酒吃炸鸡的乘客朋友们，下一站就要准备下车了。车窗已经自动打开，车门已经自动关闭，请乘客朋友们随时准备跳车。这不乱套了吗？说到坐车，这打车也是相当的困难呀，即使除了打车软件，那是难上加难呀。哎呀，你可下来了！哎呀，我等了多长时间？这么晚了都！哎，去哪儿啊？我去。我去。你去哪儿啊？去你的吧！去，怎么回事你？这我拦的车啊！你看看，这是我用打车软件刚订的车，你要不要公共道德？进去。驾车熊，你像话吗你？这是我打车，我拦的车，好不成？真是。你像话吗？不是你怎么回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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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了。闭嘴！你怎么回事？我来，吃个苹果啊！不行，你怎么回事？好吃吗？甜吗？我生前最爱吃苹果了。生前最爱吃。
兄弟啊，哥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其实哥要去那地儿吧，就在前头五米啊，你看哥胖的跟头猪似的，你得给我机会锻炼，我走着去了啊。大哥，你看我瘦的跟蜘蛛似的，我拉根线我就能过去了，大哥还让我先走吗？不是我去了，兄弟，我这吃吧，再见吧。甜吗？大哥，我送你啊，大哥。我生前最爱吃苹果了，生完孩子怎么爱吃梨了呢？如此打车的确很不方便呀。就当在这个滴滴打车、快滴打车烧钱抢市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这样说道：哎，我的母亲前两天打车，在路边等车等了很久，没有一辆车停下来。我的母亲这样说，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啊，不会使用打车软件，就连最基本的打车服务都没有了。哎，胖哥，哎，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嘛，这谁说的？快滴打车投资人马云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家这小区人真好，我就坐这儿吧。啊，你走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看，我坐到五个无线网络，没有一个有密码的。妈，你要把那个 WiFi 的密码改得复杂一点，要不然姑姑老是玩，都不跟咱们说话。WiFi， 这密码也太简单了。放心吧，累死咱猜不到。我跟你说，前面的冒号也是连不上，密码没错啊。走，抠脚口别墨迹，再抠嘴给你封上。对，在这人生欣赏的地方，你就是交破喉了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破喉了啊！别做梦了，醒醒吧，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这年头锅都成精了，少废话，拿命来斩！哎呀，壮士，你饶我一命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临死前还卖萌，谁死得不够快是吧？去！快来给我解锁！我去，密码锁！快醒醒，把密码告诉我！快醒醒！说到方便，我们就不得不说高科技产品带来的方便。西天取经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吧？假如唐僧使用高科技产品取西经的话，结果会是什么样呢？师傅，哎，大师兄说了，
他去化缘期间啊，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出这个圈儿。为什么呀？要不然就没有无线网络了。啊，这圈里还有无线网呢。嗯，哎，这破猴天天出去没事他就化缘，让为师天天就吃啊。这现在吃了，咱俩谁都不分出是谁了，妖精都不知道该抓谁好。哎，没事，也是为我好。可是在这圈里待着好生的无聊啊。哎，徒儿，把为师的法器拿来。平板啊？对，把我那平板电脑给我。你又要切水果啊？哎呀，没事干就切一切嘛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切水果之前不得磨刀啊？哎，太无聊了，我拿个微信，我烧人吧。哎呀，这位女施主啊，这里荒郊野岭，甚是危险。你不知道圈里跟我们一块待会儿，那是好生的安全呀、啊。哎呀，看你这么美貌如花，肯定是 QQ 的会员，肯定是有头像那种。咱俩不如一块照个相，发一个微博，然后微信摇一摇，加一个好友，你说怎么样啊，女施主？么么哒。师傅啊，阿爸！哎呀，师傅，你不能出这个圈，不，没有无线网络，司机很费流量。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师傅，你要去追他了，那咱们怎么去西天取经啊？哎，遗憾啊，司机网络，你说这么。哦，这儿有网啊！啊，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让佛祖给咱们的邮箱发一份这个文本不就好了吗？咱还不用去取经了，这多方便！你在这儿一定死守，等着传这个邮件啊！女施主么么哒！哎，师傅，唐僧不经历9981难，通过发邮件就取到真经，这真经是否是正版的呢？不过，哎，你有 QQ 吗？我没有，我每次都是现用现申请。那多不方便呀、啊！那我记不住密码啊！我太笨了吧你，连密码都记不住？你看看我，就我的密码，我倒背如流，烂熟于心。真的，胖哥？嗯呐，你太厉害了！那、啊、不要再崇拜我，告诉我呗！你太帅了，告诉我一下呗。你好帅的哦。好吧，我的密码就是 ptttp bttp kbdpp。 你这什么呀，能记得住吗？当然能记得住了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这个呀，鹏哥啊，那个你能不能这样，你把 QQ 号告诉我，我加你，然后咱俩交流交流，你教教我。好啊，我的 QQ 号就是。真心话便捷生活，给我们带来了开心，同时也带来了生活上的方方面面不小的影响，有的时候还会受到威胁。我想问问同学们啊，上高中的时候你们最害怕什么课？我最害怕的就是上晚自习。有每次玩手机，我想问问同学们，你们谁被抓住过？都没有被抓住过吧？有一次我上高中的数学课的晚自习时，我们的班主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走进教室，把灯啪就关了。我们老师说了一句，脸上有反光的同学请到我办公室一下。有的时候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啊，我们是不是太过度的依赖于这种方便了呢？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吃喝玩乐群，我们群主发了一个倡议，今天晚上我们搞一个聚餐，有20多个大美女参加呀。男同胞们，发挥你们的绅士风度嘛， AA 制
也替女孩们 AA 制，我算了一下也是很划算的嘛。我从中午开始喷各种的香水，换各种的衣服，到了晚上聚餐的时间我就去了。我把包房的门打开一看，真有20个大美女呀、点了好多好吃的，还有好多的好喝的。咦，为什么只有20个大美女，就我一个男的呢？果果，哎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简单啊，我就推开门。哎，那个，各位美女，你们的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喂。喂，你在家呢吗？这号码虽然陌生，但语气应该是熟人，可不知道是谁。真尴尬。周末能在哪儿啊？饭局呗。没辙呀。一到周末就这样，好多个局啊！你在哪儿呢？啥事啊？你叫的饺子，我在你家门口呢。哦，外卖啊。外卖啊？对，你点的饺子。我点了酸菜、白菜和韭菜馅的，这都是哪个是哪个呀？我给你尝尝。这是韭菜的。那这个呢？这酸菜的。那这个呢？白菜的。哎，罗妹啊，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手机呀、电脑都是触屏的，以后电视会不会变成触屏的呀？你傻呀，这不有遥控器吗？你没事换个台还跑电视跟前戳它，累不累啊？对了，老妹，你说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，以后电视会不会变成声控的？我就不用遥控器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，电视声控的，就是电视剧里面的男女主人公，要是说个关机啥的，那电视咔，电视关了，你还看啥呀？时代变了。社会也在改变，生活变得是越来越方便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同时，我们在感受方便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也在改变。比如说吧，最简单的，请客吃饭。青岛人吃饭是这样的，子飞，尔康，尔康。紫薇这厢有礼了，格格吉祥。近日烟雨纷纷，扰人心性，不知有否叨扰到格格的脾胃。尔康我在府中备下了龙凤鸟金攒盒龙盘柱，万字珊瑚玉液汤，五字罗汉炖猪手，有请格格到府中莅临。你到底说什么呢？能直白点吗？最近下雨，我心情不好，我没事闲着，请你到我家去吃一个白菜汤炖猪蹄儿。咋这样？到了50-60年代，我们见面请吃饭是这样的。同志，可找到你了呀！同志，有什么指示，请指示。你看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咱们吃顿饭吧。革命工作正干得热火朝天、你还有心思吃饭？哎呀，这么高的觉悟，革命尚未成功。同志，仍需努力。革命一天不成功，我们就一天不吃饭。我还是有点饿呀，让满先吃点吧。到了新世纪，我们有了电脑，请吃饭就是这样了。你好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你猜。我猜你喜欢我。你再猜。就是想请你吃顿饭。好。
那你想吃什么呢？随便。什么是随便？呵呵。现实显得有点荒谬。有一天，我妈接到了一个骗子打来的电话。喂，您好，我们是银行，你的信用卡已欠费，收汇款50000元离此账户啊。我妈当时就说了，你是骗子吧？嗯，银行都是语音系统的。喂，对不起，阿姨。没过两天，这骗子又把电话打过来了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语音提示系统，您的信用卡已欠费50000元，请速汇款于此账户哦。详情请按9。我妈又说了，哎，我的手机好像没有9这个键呢。哎，不可能啊，你要好好查一查，这为什么有9的按？你不是语音提示系统吗？阿姨，我是骗子。当微信代替了沟通，当呵呵代替了保重，当点赞代替了歌颂，当游戏代替了运动，当你不面对面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，你的语言表达能力、感知能力、理解力都在下降，唯一提高的是你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但你无法想象，究竟跟你一起按微信的那个人是来自星星的郭教授，还是来自星星的林教授。好了，让我们来一起听一首歌吧。这个歌曲的神奇之处就是在你看广告的时候还能意犹未尽，广告之后更加精彩，千万不要走开。我女朋友的妈妈一直不太满意，我要成为她的准女婿。她嫌我像个炫富的茶叶蛋，体重过胖，月收入还没有过万。其实我工作肯干，过胖是因为大学里没有晨跑锻炼习惯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未来的丈母娘，我该怎么做你才满意喜欢？那天和女友吃饭，她透露一个信息，她说她的妈妈刚刚退休在家，每天除了在家学第一夫人练书法，很苦恼，快做点啥把时间好好打发。瞬间我觉得机会来了，就买了一个平板电脑让女友带回家。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接到电话，女友的妈妈说平板电脑难度太大。我说我这样的技术宅难处吗？一个顶俩，绝对教会他。技术宅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能让日常用品发挥新的作用。谁说翻盖手机不智能？有本事你用土豪金用技术试试。QQ、微博、炒股、微信，再到全额宝，我手把手的指导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整整7天，我都伺候在女友的妈妈面前。平板电脑，她逐渐用的各种熟练。她开心的和我聊天，态度慢慢转变。她说我的身高体重都是浮云。关键在于孝不孝顺，要是收入不高没关系，年轻人都要脚踏实地。看来伯母已经对我有好印象了，努力努力。我暗自欢喜，一个礼拜就吃下了未来丈母娘的芥蒂。我决定开始瘦身，给她另一个惊喜。可就在那时，女友又打来电话，说家里吵架，她爸爸不满，她妈妈每天抱着电脑不出家，我家都不想家。每天上床睡觉前还在微信微博评论转发，简直太不像话。正在追究是谁买的平板电脑，谁教会了妈妈，谁买的电脑啊。哦天哪，伯父，一会儿伯母发现看到我们俩像现在这样，那怎么办？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抬脚抬脚。哎，对了，高医生，你说我要去相亲，说我是护士的话，人小姑娘会不会瞧不起我呀？啊，不会。什么？哎，那我要这样去的话，我这锅会不会不太艺术啊？哎，你说我要不先锋一点，我骑着粉红色怎么样？
哎，粉红色，你看现在小姑娘都喜欢粉红色。高医生你看我一下，粉红色，粉红色怎么样？粉红色，我这都挂了好几局了，你安静点行不行？哎，你们老婆快来，这边信号好好啊。老侄信号不行了，你给我起开。哎，怎么这边信号又不行了呢？这儿信号太差了。哎，这边信号好。老婆你几格？两格。你呢？三格。三格。哎，老婆来来靠近点，满格了，看到没？再近点。哎呀，老好了这信号。哎，老婆你怎么样啊？不行啊，这照片还是发不出去呀。哎，你靠近点来。来，怎么样？下去，下去。哎，强哥。哎呦喂，强哥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强哥。对，啊，我手机打不通啊。那是，我告诉你，我手机啊信号可差了，我现在在马尾呢，马尔代夫呢，马尔代夫呢。对，你看，强哥啊，不是我说你，现在我们赚钱呢，就是得花，对不对？就得把钱给花出去。留着干嘛用啊？啊，像我多潇洒，是不是？强哥，我说你，哎，强哥，你怎么不动了？哎呀，掉线了吧？哎呀，手机快没电了，没电，充电宝。哎，老婆，充电宝给我一下。哎，有人发微博了，你莫愁急诊室的咖啡真难喝。你莫愁，这不是我们急诊室吗？有那么难喝吗？哎呀，怎么了这个？老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水，赶紧的！水，快干到！哎呀，有人给我评论呢，有人给我点赞了。水，我要水，水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把无线网络我给它关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能关了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还在回复当中啊。坐。我一定要治好你俩的手机依赖症。治疗方法一，如果谁动一下手机，你俩的这人民币将会归我。真金白银呐、啊！来5000块钱的，我。方法二，看见没？2600，谁碰一下手机，谁可就倒霉了。我没碰着。我在
在在在，急急急，整整整，是是是，被电电电，乐乐乐，啊啊啊啊啊！最后的方法，设置密码。你俩啊，只要保证这20秒之内不动手机，我就帮你俩解锁。意志。我来了，飞行模式，走你！国光，国光，啊，你扔出去了？啊，你不让我开飞行模式吗？我的手机你也扔出去了啊！不就一手机吗？感谢收看这一期的《幸福压力锅》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开锅爆气。时尚运动孙采吉，感谢赛季时尚运动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深度合作视频网站爱奇艺 PPS， 感谢乐视网 PPTV、 搜狐视频、风行网视频、凤凰视频、优酷土豆网、葫芦网、暴风影音、网易视频、中心网视频、视频看看等视频合作网站的大力支持，也要感谢中心网娱乐、搜狐娱乐、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网娱乐、搜狐福建以及手机移动音乐天天动听的大力支持，感受最清澈的海峡，探求最多彩的世界。下期节目再见。